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白裙短发新造型惊艳亮相，网友大呼仙气十足。赵丽颖工作室近日发布了一组最新活动造型图，赵丽颖身穿一袭白裙，短发造型简约却不失时尚感，令人眼前一亮。她犹如浮光若絮般轻灵，令人感觉如同仙女下凡一般。她的白裙简洁却不失优雅，线条流畅，既展现了她柔美的身姿，又凸显出她的气质。裙摆随风轻轻飘动，仿佛在诉说着她的故事。她的短发造型更是让人眼前一亮，恰到好处的修剪展现出她精致的五官。短发的赵丽颖看起来更加干练，与白裙的搭配更是相得益彰，既端庄又不失时尚感。这样的造型让赵丽颖看起来更加年轻有活力，仿佛岁月没有在她身上留下任何痕迹。而她的表情更是让人感受到她的气质和内涵。无论是微笑还是沉思，都流露出一种端庄典雅的气质。她以白裙短发造型出现的她，如同一股清流般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造型、气质还是表情，都展现出他作为一个演员的魅力和实力。希望在未来，他能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角色和作品。赵丽颖身穿白裙，短发新造型惊艳亮相，引发了观众的广泛关注。这个造型将她的清新气质和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眼前一亮。对于许多观众来说，赵丽颖不仅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更是一位充满能量和勇气的榜样。每一次亮相，她总能带给人们新的惊喜和感动，这种不断突破和成长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粉丝。她的这次造型选择，不仅传递出简约优雅的美感，也展现了她在时尚上的大胆尝试。短发造型搭配纯白色礼服，让她在荧幕上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柔美气质，同时又增添了一丝俏皮。这种自信的表现和对细节的追求，正是她多年来在娱乐圈里保持高人气的重要原因之一。赵丽颖始终在挑战自己，探索新的可能性，传达出不畏惧改变、勇敢面对未来的积极态度。作为观众的情感连结，赵丽颖的成就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更像是一段粉丝和她共同走过的成长历程。他从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人逐渐崭露头角，最终成为如今备受尊敬的女演员。观众从他的角色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他的一步步成长中找到了共鸣。这种情感连结让观众感到他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一位亲切、真诚的朋友。对粉丝的深情告白，我们从赵丽颖的作品中学会坚持，从她的每一次亮相中感受到努力与突破的力量。她的每一次成长都激励着我们去追求更好的自己。希望未来她能继续在荧幕上为我们带来更多令人难忘的角色，也期盼她在事业上取得更多的成功。无论是戏内的角色还是戏外的她，都让人们看到了坚韧、勇敢与美好的融合。作为观众，能够一路陪伴她的成长是一种幸运。希望在未来的路上，大家都能继续支持他，与他一同见证每一个高光时刻。跨界传奇，赛车门户网站为王一博建立专属档案。在娱乐圈的璀璨星河中，王一博无疑是一颗耀眼夺目的星辰。他不仅以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更以其在赛车领域的卓越表现，展现了跨界艺人的无限可能。近日，亚洲最大的专业车手网站50E GT3 正式为王一博建档，这无疑是对他赛车实力的权威认可，也让他的粉丝们为之骄傲和兴奋。王一博的赛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始终保持着对赛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从最初的爱好到如今的职业车手身份，王一博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书写了一段跨界传奇。在娱乐圈中，他是备受瞩目的明星，但在赛车场上，他是一名全力以赴的赛车手，用速度和激情诠释着对赛车的热爱。50E GT3 作为亚洲最大的专业车手网站，
对赛车手的选拔和建档有着严格的标准。王一博能够成功入驻，足以证明他在赛车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这份来自专业赛车网站的肯定，不仅是对王一博赛车技能的认可，更是对他不断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的肯定。王一博的赛车档案中，记录了他的赛车历程、成绩和荣誉。从最初的赛车比赛到如今的顶级赛事，王一博在赛场上不断突破自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绩。他的每一次出场都备受瞩目，每一次胜利都让人热血沸腾。在赛车场上，王一博不仅展现了自己的速度和技巧，更展现了作为一名赛车手的勇气和担当。王一博的粉丝们跟随着他的脚步，从娱乐界横跨到赛车界。他们见证了王一博在赛车领域的努力和成长，也感受到了他对赛车的热爱和执着。在 CCTV 1-13的各大频道中，王一博的名字频繁出现，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让人眼前一亮，每一次表现都让人为之惊叹。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活得大多数人望尘莫及，不仅是因为他拥有顶流的光环，更是因为他本身就具备着非凡的才华和魅力。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成为了娱乐圈和赛车界中备受瞩目的明星。在赛车场上，王一博展现出了自己的速度和激情，也展现出了作为一名赛车手的冷静和专注。他深知赛车是一项高风险的运动，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和专注。因此，在每一次比赛中，他都全力以赴，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赛车的热爱和执着。除了赛车之外，王一博还在其他方面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正能量。他的每一次行动都让人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和善良，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他所支持的公益事业。王一博从娱乐圈跨界至赛车领域，一路走来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卓越的表现赢得了无数的认可和赞誉。这次赛车门户网站为王一博建立了专属档案，再次证明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出色的实力。他不仅是舞台上闪耀的偶像，也在赛道上展现出不容小觑的赛车天赋。这样跨越领域的成就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晶，更是对他热爱和坚持的最有力回馈。档案的建立无疑是对他在赛车领域成就的认可，象征着他在这个新领域中的稳步扎根。王一博的跨界之路正以坚定步伐逐渐走向更高的峰顶。粉丝们之所以喜爱王一博，正因为他敢于挑战和不断突破自己的勇气。从歌手、演员到赛车手的角色转变，他无论在什么领域，都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自己的潜力和信念。这个专属档案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对他多年努力的见证。对于年轻人而言，王一博的经历是一种激励，告诉大家梦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在不同领域中找到发光的机会。未来，王一博无论是在赛道上还是舞台上，都将继续为观众和粉丝们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希望他的成功激励更多人，不畏惧跨越，不惧怕挑战，去追求属于自己的荣耀。我们也期待他能够继续不断突破，在更多领域中留下属于他的璀璨印记。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在未来继续发光发热，用他的拼搏精神点燃我们对生活和梦想的激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